OK， 老板，好。这个不会掉到身上其他地方。不会的，就你可以这样慢慢种。但是如果前面有，就是有一些没有的地方就做不到的。啊？那最后用梳子，轻轻的梳一下。因为太大力的话，又会把那个纤维梳出来，但是轻轻的就把你的头发的纹理梳好。对。OK 了。可以拍一下。好，你再拍。OK。